蔡嘉慧，咁我係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啦。咁我本科生同埋碩士嘅時候咧，都係喺中大就讀嘅咁樣。咁我由本科開始咧，就係都專注喺工筆創作咯。咁直至到去master 嘅時候，亦都係從事呢個工筆創作嘅。咁到而家都係一路畫緊工筆啦咁樣。我會覺得這個環境其實令到我係好似創作係已經成為咗我嘅生活咁樣，因為其實每星期如果我翻嚟畫畫嘅話咧，我一個禮拜可能翻嚟四五日咁樣，咁我依度都會有地方係俾我去休息啊過夜啊咁樣，咁我成個生活咧都會係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咯，咁變咗好似我對譬如行出去就已經係一啲田啊一啲好大自然嘅地方咁樣，咁呢一個環境係會令我更加進入到呢一種氛圍，咁可能去感受個世界會細膩啲、深刻啲咁樣，咁所以可能喺我作品裏面都會多見到一啲植物啦、一啲動物啦咁樣。咁亦都因為工作室外面有養一隻鸚鵡咁樣，咁我都曾經將佢作為一個對象擺咗入畫裏面咁樣嘅。所以其實我諗一個創作環境係會慢慢每日每日咁樣係影響緊自身到影響到畫面出嚟嘅嘢嘅。我中意嘅作品就有兩件嘅，咁其中有一件咧就比較早年啲嘅一個系列嘅作品嚟嘅，咁就叫做雙雙系列，咁都有掛喺 studio 呢一度，咁呢個係其中嘅四張。咁呢個系列咧就係、其實係一個比較換味啲嘅，即係我創作起嚟都好輕鬆。咁我個想法就係、將，因為會覺得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即係譬如生活啦，好似好多嘢都好理所當然，咁好多嘢我哋都習以為常咁樣啦，咁我就嘗試將一啲可能平時生活上面唔會兩樣物件唔會咁樣同時出現啦，又或者係違反咗好似違反少少物理原則咁樣嘅方式，就將唔同嘅物品並置一齊咁樣去畫咯。另外一件我好中意嘅作品咧，就係、上年嘅作品，咁佢就係一幅橫向有六尺嘅畫嚟嘅，咁係一幅三聯畫，咁畫題係時間的餘韻，咁就嘗試透過呢一幅作品去表現呢種我哋喺時間裡面一路流向前，咁但係可能我哋即係譬如科學性上面嚟講，可能時間就一直向前去啦，咁但係可能我哋諗翻啊，其實做過啲咩咧？前幾年做過啲咩咧？或者以往嘅一啲記憶嘅時候咧，又好似好斷續，好一段一段咁樣嘅喎，咁所以咧呢件作品我就將佢分成咗三幅。看似是一個大畫面是完整的，但是其實每幅與每幅之間那個連接的位置其實有少少斷開，那我就是嘗試將一些這樣的概念在這個畫面的安排啊表達上面去試下表現出來了。